你看呢，现在70后的男人都变成抢手货了，60后的女人呢喜欢70后的男人，70后的女人呢也喜欢70后的男人，80后的女人更喜欢70后的男人，90后的女孩子呢特别喜欢70后的男人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70后的男人呢高端大气上档次，低调奢华有内涵呢，你们认同吗？